嗨，欢迎回来。哎，这一趴呢，我们要来玩感情增进游戏哦，要帮聂宝谋个福利，所以你跟希尔一对。太好了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惩罚要背对面，背队友啊，对不对？就兴奋了一下。不是，他这样输吗？没有，我会赢的。他等下就直接把自己手指折断。就想赢，玩游戏想赢，玩游戏就是要赢啊！直接把希尔手折断，为了要背他，太恐怖了啦！超过分的，我们能捏他手的。好，背一个背威力也可以啊。哎，我蛮想看你背威力。不，千万不要，威力我知道你要走了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。他等下就不走了，等你。然后我们第一款游戏叫做 Bounden， 所以也是一个手机游戏，但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玩的。哎，等一下是现在需要戴假发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要变探子了。没关系啊，人家就说探子，男生女生一对，等一下人家就说什么，那个什么电竞妹妹，对不对？今天没关系，我先身士卒，化身为好的。哎呦，麦卡贝妹妹，主持人辛苦了。辛苦了，我真的觉得这边很喜欢帮六探改变发型。接铃啊，对不起，接铃，你真的是没被他揍过。哇，宅男女神，耳机先，天哥，你超级失言，没有，我把耳机拿下来，没有，这个头发超不舒服。因为我看到谢杰，因为他们讲完下个礼拜就不会在这里啦，终于会在这里。好像，你转背面怎么了？不要，你们想要舔什么东西？那我不知道。好正哦！啊，傻眼！傻眼！好像。好，第一个是那个 Bounder， 我们按住设备的一端，跟随跳了某，直接完了啦。啊，直接进画面，我们进游戏画面。好，我们先吗？对，要站起来。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它是一个两人一队吗？然后两个人一起嘛，两人一起，两人一队。哦，哇！所以我要干嘛？他说后手会比较有势，手指先放在那边，然后跟随圆环的轨迹，围绕虚拟球倾斜设备。哦，要平。哦，好。然后嘞？什么意思？在干嘛？他怎么玩？你要转动手机。转动手机，跳舞的游戏，你们要跳舞。哇塞，所以你们是双人合舞。有声音吗？哎，神经哦，哎啊，这个要怎么看啊？啊，哇塞，好互动的一个游戏哦。这最好是声音有没有看？这最好是增进感情的，这也太怪了。矫正脊椎吧。矫正脊椎啊，我看的一个游戏。另外一边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们这是一个矫正脊椎的游戏。好难哦！开了，有了吗？有啊！哦好啊！好弯！哎，错，是要比速度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还不用。哎，不对，是这样子。只是比两人三角再好一点而已。好奇怪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玩游戏的画面，其实看起来蛮奇妙的。靠哟！杰，你干嘛？你手会不会断掉？会。我要按住的。本节目第一对班队出现了，班队。是毕业旅行出来就多很多情侣。对，有没有大家记得？然后要去毕业旅行之前，快下来这游戏。太麻烦了。哇，这个好累啊！他练我的核心啊，好累哦！我是在健身吗？玩多久啊？这算是一个健身游戏耶，挑战肌耐力。画面好怪，这是不是没有？这是不是班队然后尴尬这样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要滑哎，更难的，更难的。哇，真的是电流极棒哎！哇，好，加油！我刚刚是发出有点，这个也太久了吧？下面奇怪，好酸啊！转一圈，一个波浪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扭。真的 support 什么东西？你主 AD， 我 support。有变相。哇，超奇怪的啦，你们两个。是要多久啊？啊，可以了。
腰在酸哎，真的，明天一定酸。所以我们只有玩这个游戏，但没有分胜负。这样，好好好好。哦，这个只是玩给大家看的。好的，我想说没有结局，没有结局。不如背着玩好了，这么想背。背着，我们那里背的是威力哦。威力，威力，先下棋好了。我先回去。对对对，捷运快关了。我们要过来吗？威力，路上小心。好，来。我们这边应该也可以。我们要站在右边吗？还是在这边？这边，这边可以吗？等我一下。OK。好。好的。来。接你走，接你。啊？接你还好吗？接你。没有拍到眼镜更像是不是？接你最近是不是太好了？哎。你可不可以说一句欢迎收看电影包包？不行。我刚才已经两个月没见面，我不想要下一次见面他先揍我一拳。好 ，OK， 你按开始吗？这你按。我们要我看啊，这一返回选单是这样吧？有了。好，来，要放到上面啊，对。哇，这个是像小精灵。来，我们这边很快速，很快速。我看不到啊。太快了，是怎样？还不行，太快啊。好歪啊。好弯。他说要及时，及时是干嘛？什么？及时。缺口，要转身。你要转缺口。转身。我们要从另外一边是。是怎样？哎，不是啊。可以飞了，可以飞了，是可以飞了。哎，我们及时找不到哎。他说快一点，叫我快一点干嘛？太慢了。哇，这是为什么？提示站着不动，只要转动手机。不要偷求婚了，干什么？没有。天啊，哎，这个他没有你在讲，太慢了。我们要转，你要再一下吗？对，再来一次吧。别吗？好，再一次吗？还是有别的玩法是不是？就我跟你玩了。带一下。威力，威力，我头不脏，你可以带。好。他威力的腰来不及啊。好，开始。来，电竞妹妹，真电竞妹妹。可以啊，不要害怕，我帮你带，转右转，你再慢一点。右转。哇，你的发型很帅，可是这么压着，快点，左转，前面，左转。右转，左转，这真是极限路线呢。没有，你现在知道那些国都妹其实是看不到路的。左转，这是给男朋友牵的吗？右边，左边，这已经不是，这是要扶肩膀的程度了。哇，哎，没有，这边，下面。OK， 我可以。剪一剪。现在很担心剪一上线哦。可以。不要了，杰林随时都监看着你呢。哇，我觉得我们分数应该蛮高。这刘海要修一下，这好像没有分数。没有，你的脸太小了。没有，那干嘛？你是小脸女生，我是大脸女生，我不用修。上面，这样吗？对，好，回来。左上。我常常是反的。对，你是反的。我的左上。左右不分啊。下。哎，有了，它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滑过去就对了，不要滑出去就好。哎呀，我说我玩好累哦。哇，这也算是一个附件单元哎，这单元。啊，那个小制作，友情节目制作人不小心去忙了，你们就转到天荒地老。下一趴是什么时候？他怎么开始吃宵夜了啊？两小时之后我们又回来了。下一趴等到你们两个恒温机溶解之后，我们再来换。这样，这就是班上下面左边读书的人就做这个就好啦。你一转，连双下巴都会炸出来。抬，我好像在开抬钢筋，抬什么东西？下面，哇，很下面。哎，自重，希望自重一下。哎，这样。对不到那个，这个应该要叫基隆东来玩。哇塞，哎，为什么？这个要干嘛？我看不懂。哎，这个为什么对不上啊？他你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他是要穿四个是不是？啊？缺口？哦，你缺口要跟他，我不能缺口一样。哦，这样吗？哦，真的。哦。哦哟。哇塞，这好难哦。哇，这边我们要换个方向来弄好了。哎，可以这样吧？要缺口。一模一样的缺口，有。你也先申请自重，你也先申请自重。这样，缺口，看不到了啦。
来，你控，你控。好，再来。不是，人家这样很奇怪，好华丽，很奇怪，真的。用色色色你在拍什么东西啊？真的，偷拍。你想拍什么？对照也可以照吗？摄影师。下面，左上。有上来了。最后剩一个了。剩一个，最后一个。他没有， okay. 他没有结局啊。没有结局。这个我们会转到天荒地老。换了。好，你们赢了，你们赢了。好热哦。你们比较厉害。这是一个附件单元哦，我们下一个游戏。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坐在就是位置前面太久，希望我们起来动一动。好了，那我就直接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直接离开。累了，再见。那这样我只剩威力。就是威力往上。来，反正。好，这是下一个游戏，下一个游戏叫 Fingo， 双人益智游戏，让玩家通过指尖接触来增进亲密感。怎么就是这种感觉？国中亲密的小游戏，国中在玩是毕业旅行的又来了。开放桌上。哦。嗯。是要对同一个颜色吗？是两个人都要拿着那个爱心，然后放到框框里，就那样子啊，同时应该是要同时放进去吧。然后你们指尖会交缠在一起。哦，哇，这很适合国中毕业旅行。这是笔仙吧？隔壁同学。碟仙。到最大后就完成了。哦。这好猥亵，这个游戏这游戏是这叠哦 ，nice！ 我也是有三个，我玩过。威力，下次那个电玩泡泡可以玩这个吗？能玩。哇塞 ，Sandy！ 你也先申请自重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三个的好难哦，三个你要三只手指，这样子加这个在一起，这不可能吧？这也太难了，我已经抽筋了啦，最好增加感情呐。右边，来，有感，左边，漏了，差不多，右边，有高往，怎么有弹掉了？你们要在同样 tempo， 然后一起移动。不是平板也会跟着移动啊，很难呢。我扶住平板了，也在滑呢。漏了一个。聊天室滑太难了吧？直接放弃。我认输。太难了，好凶猛。手该折。来，换我们挑战是不是？去。我们试一试看不看。三个真的好。超难的啦。来，这样子。你要我的黄色吗？我这个。还是我白色，我白色。那我黄色。我先滑下去，然后你先滑下去。让我拿一下，它会碰到一起。这样子我就好，你先把它错开。有。有。哈？哦，一只手啊。哎，漏了一个，你漏了一个。我漏了一个吗？呀，这真的超难的。真的有点难哎，超难，超级难，超难，好不好？快！跟到后来会乱掉。不会，可以。对呀。又漏了一个，等。我先把它抓过来。好的。超难，这样子抓过去。这应该是六个人玩的吧？一人拿一个吧。一人拿一个，好像也不错哦，听起来。我会过。会过。过了，来下一关，放马过来。哦，这还好，哇靠！这个我们要怎样？黄色还好，黄色我白色。其实也没有规定一定要一个人，对啊，规定一个人要哪一个颜色？我们的平板在先抓，可以拿一个白一个黄吗？一个人是白色，一个人是黄色，应该这样比较难。对啊，他应该要规定这样玩。碟仙，请告诉我，下周闪电狼会不会赢 Black Esport？ 会赢。要 ，Nice， 过。这小儿科，16个这样的，我一个人也可以，这样最好增进感情，是气到爆炸。他们很愤慨哦，现在是。外面我们四个人一起玩啊，有没有？四个应该蛮满。四个人一起玩，而且还有一个人在娇嗔，你有听到吗？啊？你过关的时候，然后就一个人这样啊，这样子。啊，有刚才有。好的。那么四个人一人一个啊，哎，这样更增进感。我不要，干嘛？连自己玩。
他已经放弃这个游戏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捧个场捧个场，这就更像碟仙了、啊。怎么叠？超叠。请问年收率是3.14159耶，数字。我刚有一瞬间抽离这个世界，他到底在干嘛？哦，这个难，这个难，哇，是什么、啊？那这就对到就好了。哎，就像甜甜圈，我们就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漏了一个，漏了一个。哎、欸，在左边少一颗，哎、欸，少一颗，少一颗啊！那我来，那我来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没有两个手指？哦，好，算了，没差，他不用动哎、欸。他不用动，哦，不用动还好。真的，会动就吓死了，不然我的无名指就被锯了，直接折断。哎、欸，来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他会叫一声，我以为是我，以为是我叫哎、欸，我吓死，我说有吗？也搞不清楚，没有吧？好了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下一款游戏，下款游戏叫做两人三足 Lift It， 是桌游哎、欸，那我们去桌那边哦，变桌游，没错，走，我们直接变换场地，没错，我们换一台，全部人一起跳，哇，好了。差一点摔到他，吓一跳。这个就有输赢哦。好，这个就有输赢了。嗯，这就那觉得输赢，绝对不能输，绝对不能输。哎、欸，你刚才一对嘛？对对，好。我就站，然后站到对摄影机吼。有没有这样子？这样子吗？好。好。啊。然后对着你们那边。四个角，好。然后先带起来。啊？要先带这个？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个，哎，我怎么两条？戴头上，我到底要戴多少东西在头上？哇，你要甩马尾，好自然。这感觉已经一体了，就是这样戴吧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好适合哦。知道吗？然后把那个插在上面。哦。把哪个插在上面？这个不是我头围真的是蛮大的，我。你这好像头围插在上面是什么意思？你看起来好励志哦，很像应援团的那种。我超好笑的啦。对，然后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好。我的天！砸场子啊！一个要绑紧一点。这游戏你们以前玩过吗？第一次，他们可能第一次买回来网购。不是我的头围真的输了，你们也不知道。我头围太大了。哇塞，这个。好 fashion 哦，所以我现在我要超级打歪哦，这个是桥，像桥墩一样的东西，我要怎么勾啊？你怎么勾两个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勾。现在睡眠是两个没错。来，我说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不是睡觉，好，不是睡着了，不是我这个袋子粘到我假发是吗？慢慢，他在睡眠聊天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生气的人挑起争端。和平的人，好，我不会唱。你先拿一下啊！哎，不是，这袋子好短呢。那你头围这么大？哦，对哈。哎，我把它拆了。哦。哎，这来上节目砸东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杰林好吗？没有，我被杰林打。很害怕。我头真的很大，这个袋子好。我今天带着假发，然后传照片给他，他说他要杀我。他说你有没有被砍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就是你戴假发，然后嘞？我拍个背影给他，他说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好，后面不要唱好了。他这个，那我也可以，我可以，我懂了。得得得，然后怎样？哎，为什么勾东西他就直接勾东西他就直接掉了？我是没勾好。对对对，这样的。好，哎呦，可以了，我就是掉。我可能要再戴一次。感觉就像是个灯笼鱼。好了。没有，这个好，对对，就这样。哦，不是要这样吗？啊，我们要这样勾进去，然后要我也要去催眠。你再帮我挂一次吗？卡住了，我也觉得应该。蓝色各位，这样勾比较稳。妈，这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但是可以。这我要调聊天室。超白，我从荧幕上看，我这白，不要拍啦，好羞耻哦。哇，独角兽。哎、欸，要勾过来，快要勾去，要勾过去了。你要勾过去了，这里的，那里呀、啊，我们都是。对。哎、欸，你也先申请自重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然后先两、哦、个人一起勾。对。啊。先抽一张牌。哎、欸，这个适合大学团康活动吗？这大学应该不错，就是虽然我也毕业了，已经缺少格数露营之类的那种，我们晚会活动，就同时进行吗？还是轮流？比谁快？对，三在两胜。啊，你们抽了？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？抽了吗？抽了吗？对，你们要到这里，你们要放在这里。你们要一样。但我没有看到图啊。这里。
好，这是我们的在下面。先放一条黄色，然后这是要堆在上面吗？你们要勾这个加这个。好，我们勾在这里。我们先勾这个。我勾黄的，我勾黄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同桌，先勾你的。来，来计时，开始。哎，为什么它分开了？它断了。哎，我的这个，那你自己念。我要把它关上去。哇塞，他们太快了吧！这个是这样。哎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你们的画面？一个好大。我的比较长哎，奇怪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哇！哎，我们的画面是一个奇怪的广角镜，这样。好的。好。你要下去一点。嗯。我们把它拖过去。好，可以了，放放放。你要放去哪？这样子，对，好，然后蓝色，那個、蓝色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好，要微调，在下面一点，好，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可以用手接近，低一点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要干嘛？要把它叠起来哦、喔，真的假的？太难了吧？可以，有点歪，就是，我们是就好了吗？好像要下去一点，要叠在上面。叠在上面，立体的。对，我已经放，我已经全放了，所以是。过这，过蓝色，把它放上去。你要放狗？我们大概到十二点半还会在这里啦，就是应该结束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嘿，我们是先把它放下来，好。哎。好棒，好棒哦！我们但这黄的坏了，我们先把黄的勾起来。哎。好，随便放个地方。对，好，这边也可以。这样吗？没有没有。好，要我们勾最上面。要往前勾一点。好，勾最上面，对吗？这里，这个吗？有弹掉，掉。没有，就是他们已经成功了。啊？已经成功了。已经成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刚刚就可以了。对。什么？好了，可以准备背人了啦。耶稣，我们堆超美的哎，我一定要讲一下我们这个。明明像这样好不好？没有问题啊。谢谢六，再抽一张。好，那先归位吧。先归位，归位，归位。食神，这鼻孔，鼻孔最大的这种。来，嘿，哇，这是什么鬼？可以啦，这最好是可以啦。力球在上面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可以。球在上面，我们要怎样？先勾蓝的，是不是？好像以前小时候在玩那个钓鱼哦、喔，就那个钩子。哎，我是要站着吗？行，好。哎，不行，在那里会倒，那这个板子不平啊。导播，这板子好雷啊。嗯。我们要换别人，我们换别人。好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点，然后我的靠腰嘞。直接讲，直接。这真的会很烦躁。好，慢慢出来 ，OK， 下一个哦，左边，黄色，这样子勾好了，嗯，这个或许好一点，这是一只哎，这个到底，我往左，喂，好，我靠，是怎样？太难了，这个起降机哦，哎，工人那个，我们要往左一点，哎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个，我起来，我今天的腰真的是会酸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好，就先放，再放。感觉这种就是会有那种卡车声音啊！Sorry。公安事件，我的梁塌了。这个游戏真的很白痴哎！这是一个哇！我要拆台。没事。这哪放得上去啊？我不行了，你要下去一点，然后我弄就下去，哎呀，再一次，我们要勾哪里啊？勾中间吗？好，勾中间，过去，我们大概是勾到一点半吧。有，哇塞，他们好猛哦！太扯，这个球也很难。这个要怎么进去啊？勾这个地方吧，然后下面那一面放上去。对。我往左一点，我们先放再转好了。好，我已经放弃了。哎呦，年纪轻超难的啦。对啊。哦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慢点，慢点。你要怎么样比较好呢？会。连自己用一只手也很难。哇塞！太扯了吧！我就这样就好了。我就这样就好了。这要用一分钟。
我就这样砸砸聊天室。OK， 走 ，Go！ 喂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没有没有运动精神，破坏工程，就怕破碎了。好的，是是，恭喜恭喜！太好了，你在恭喜自己吗？没什么恭喜自己，超过分，超过分，难怪这么难办，我超难办，真心不骗，腰都快歪掉了，我怕被聊天室骂。不会啦，啊，所以现在怎样？可以下班了，是不是？还没，还没，是不是？很想回家，这个。拿时间。我不知道，奖励时间，不然给威力带我做。哎，威力还在奖励时间，威力还可以哦。这假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威力好像一只熊。威力他看起来超好，看到远方有鱼可以抓的感觉。他刚刚这样眼睛就很开心，五下是不是？五下是不是？我靠，这样走出来，威力的脸，你觉得？哇，不行吧？可以吗？这个太浮夸了。30秒哇塞，30秒讲肚子受不受了我都不知道，5秒都不行了。等一下，我怕会拉伤，真的会拉伤，暖个身，暖个身，年纪大不要开玩笑。我累，好恐怖哦，要出人命了。哎，我想要个车队，这样子一直暖身到12点，我就可以不用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也是。维力，你先把你的身上所有重物都拿开，对，你的所有衣服、衣物、手机、钱包。你这样讲完，他就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背他，还是要他过海关？奇怪。五秒，小心哦，不行就算了。要算了。来，预备，我唱了，好，一定很抖。我怕你有后遗症。两秒，再来，一二。四五，好，可以了。我和面包上完这次节目之后，还不敢上麦卡龙吗？五十间日。好可怜哦，上节目搞到自己脊椎受伤。真的。然后明天还要打润可呢，不行。没关系啊，坐轮椅的。好，请回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没游戏了，过了吗？哦，还有游戏啊！还有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游戏是 Steam 上面的游戏，就是小朋友起打交二。哦，不是，是吗？哎，不是，还有一个游戏，还有一个游戏是什么？二不是 Steam 的 ，L2.NET， 对 ，Bloody Trapland 二 ，Curiosity， 血腥陷阱岛。好吧，我也不知道是玩什么的，总之来看看吧。你的，所以一人拿一个摇杆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哎，我的摇杆是这一个。最想留住的幸运。还在唱。我加了，我是怎样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按什么按 ？Local， 我来按好了。我按 A 吗？我统一按好了。好。好，按 A 加。按 A 加。有，我是蓝色，好，我是绿色，有人没按 A？ 那我是什么色？你是红，是你在绿色，我是粉红，那你应该是红色，我是蓝，我是蓝，好 ，EP 红色是 NL， 然后蓝色是涅宝，好，我是绿色，然后希尔是桃红色，桃红色，好 ，Start， 怎么 Start 啊？按，难道是按真的 Start？ 红色的那位按。按 A 吗？好了，有进来了。这个这是要选什么？冲！我在动哎，先去第一关吧。它是你选关卡，四个人一起闯关的一个游戏。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吧？那你选这个，我们选最后面的好了，一至三之类的。躲避重重陷阱，到达终点即可过关。我选第一关玩看看啊，先熟悉一下。我们先来试试看好了。好。哎，好的，我是蓝色的。哦，我来。哎呀，这。为什么我要怎么前进啊？那个会有陷阱哦。我要怎么前进啊？按那个转到左右啊，方向键下面的。哦，哎，没有办法动啊。好的，这个，我们过关了。对啊，过关了。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是讲我们刚刚哪边死掉？真的没有哎，我看。你看。没有，他到下一关了。对，现在到第二关，因为我刚刚过关了。啊。好，第二关。按个 A 进去之后看。好的，蓝色。哎，它自爆了，为什么？要小心陷阱。哎，你真的不能动。我真的不能前进，哎，是因为摇杆的关系。
我一直爆血是不是？我一直这样爆血，你在踩我的头把我踩死。他可以踩别人是吗？踩队友会自杀，你真的不行哎。好，所以我是要去哪里啊？就最后边，到最后边不行哎，我这动了，哎，突然可以了。踩着踩着，我居然可以动了。有，我们过关了。欸、我好了。没关系，你好了就好。哇，刚刚一直跑。哎、欸，对，这很像 Happy Tree Friends。番茄酱好多。有点血腥的感觉。第三关。好，右边。哎呦哎。哦哇！为什么你们一直自杀？还没开始就死了。哎哇。哎、欸，不是我。践踏。哦，那个不能踩，原来如此。啊哈。他这个是按 A， 然后嘞？哦，我玩过这个游，我想起来。哦，过关，啊到了，太快了吧！啪啪啪啪啪！爆的时候你会自爆？没有，他是告诉我们死哪边。好，第四关，嗯，谁要选？是按，哎，大家都可以选，红色按。哦，这边头，所以在中段的时候按跳跃。哦，上面有。中段按跳跃啊。上面有要怎么按？对，有，因为它可以在空中二段跳。对耶。这边绿色一马当先，已经到最右边了，有没有机会直接过关？来，这边直接跳跃，按下加 A。好难。不然就是最上面，最上面。走不出这个瓶颈。哦，我的天，不行啊！这不能上去啊！哇，好难哦！这就是以前要常玩那种这类型的游戏，对，这种洛克人之类的才可以。我在这边等大家。秒速通关。我跟草地融为一体，在这边等大家。破关了？没有啊，我帮大家开。地板这个圆距很烦哎，有的地方好难哦。对，有的地方好难哦，但是你死掉就要重来。哎。还好这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是陪我。哎，有人把我踩死了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卡关，我们四个就这样。可以，我可以。一点半。右边，上面，左边，这个是，这个太难了吧？这怎么过去？你先，你直接下来就好，我已经开门了。哦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只要有人过关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直接过关吧。啊，你过关吧。哦，所以是左边那边是可以开门，是不是？对，左边上面要先开门，开完才可以。哇！啪啪啪！好难哦！啪啪啪！这边是舒适圈。下一关，就应该最后一关哦。哦，后面还没解锁，第六关之后。哇的！哇哦！从下面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有一个践踏我们的。哎呦！哦，可以踩队友，然后往上爬哎。所以是要踩队友，不是要踩队友往上爬吧？没有，我说我要到后面关卡的话，抱歉，等我先上去。啊 ，sorry。哦。哦，这边难。被踩到了。对不起，我先踩你们，我先一个一个来好了，先上去。我上不去耶。好难哦，他是要对角跳。哦，是对角吗？对，要照着他那个白色的线。要小心哦，那个下面会出事。哦，我懂了。哎，我还是出事了。我觉得要踩队友了，踩队友送一个人上去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才不是队友嘞，大家都是敌人啦。哦，是敌人哦，原来你们是敌人哦，不早说。那我要进他。这是很难哎。有了。好，试试看，可以吗？来来，继续，有没有人让我踩？哦，我会了，但是跳上去了。哎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加油！哦，我上来了。对吼，这在 PK 哦，不然我还在抱维利一次。哦，维利还好，已经回家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没有了。快上去啊！我上不去，哎，超难的。我跳，给我跳。哎，上去。哎呦，我上去了。OK。就让我送你上去。我上来之后呢，我就要特别小心。这个地方好难哦，准备有刺。两好难，两下，好难是下面，不是后面的好难啊！哎呦，你差点上去！好，被踩爆了，红色上去了，漂亮！我已经上去三次了，等一下
这已经是我人生中的瓶颈。哦，我发现用类比比较好上。你说。哎，我在下面等你们，也要被踩好、哦。不是，嘿，好，好怪、哦，我怎么滑倒？我的毛上面有水是不是啊？哇，现在各种是很太重了、啊，毛上面有水都来了，好精辟。好，我们就哎，有一个人先过关就可以结束了。这边有事哦，加油！我们拍出六探。没有，因为大家一跳是不可能上去，我在原地等你们，等你们过。这地方要怎么过、啊？要进广告了。进广告吗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先进广告。这个太难了，太难。好，我们进广告休息五分钟，等一下再回来。